来哦，开始抓龙鱼。哦，这边有个袋子，专属的捞龙鱼专用袋。为什么会？哎，这只龙鱼在这里哦。我们只有要抓龙鱼，其他的鱼没有要抓。看这鱼那么多，哦，不得了。哦，袋子越来越大。鱼有点惊慌失措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，因为有个袋子。好，他先把袋子倒向，我怎么感觉好像在球品的感觉。好，引进他进去那个袋子里面，用手摸，真的假的啊？引导他，你确定用手可以吗？他会那么乖让你进去？哎呦，真的假的？而且有别的鱼跑进去了，好好笑。妈妈要挂。我以前的好几年看到你。最假啦！哎呀，这龙鱼不配合啊，怎么回水啊？它会不会咬人家的手啊？不会啊！你不要啊！哎，倒丢啊！进去了吗？没有嘞！啊，这好难哦！啊，怎么办啊？袋子那个没有，不够开啊。不够开啊。啊，开始爆冲了，哦。一米啊。哎，有吗？有有啊，一米啊。阿伟阿伟。一米啊，一米啊。爱修哦。爱修房啊。哦，这样子就进去是不是？啊、然后呢？然后呢？吐血进去。哇，吐掉啊！进去了啊，然后呢？要把它捞起来了。捞起来，它、啊、很重哎。很重啊！现在是谁呀？哎呀，小弟，我在摸它呢。快摸下去，消化点，快消化，不然就要摸。哎，这个袋子蛮大的呢。龙鱼特工队。龙鱼特工队哦。哎，它这样子真的很大，这个袋子。它这个多大只啊？几公分？五十啊。五尺两大二十公分。五尺两大二十公分哦。哇，五十公分。那追，那追个小仔哈。哦，原来抓龙鱼长这样哦。这是最温柔了。这样是最温柔啊、哦。哎呀，那我们对面都拿那个什么网子啊。大网子，见到啦。大网子啊、哦。跟猪尾一样，那活开。真的假的？这样是最温柔的、哦。对啊，那伤到脊椎啊。伤到脊椎啊、哦。因为你没有水，离水面的时候它会喷啊，有时候脊椎会受伤。没有水它会受伤，有水它喷，它还好，有阻力啊。哦。这样子水还太多、哦，太多了，我会管当嘞。真的、哦？真的，一下等下捞到里面，我个笨嘞，我这缩起来，把两个落盖要破坏，我装三个袋子全破掉。装三个袋子全破掉。可是这不也像它这么厚的袋子，我那个是、我是一般的袋，塑胶袋而已。我印象中这个袋子好像有在卖吼，老板。我在卖。你卖偌济？袋哈？八百啊。哦，这个袋子有在卖哦。哈。抓龙鱼的袋子有在卖180块哦，有需要的人可以来买哦。
是这样子哦、喔。这样。怎么好熟悉的感觉啊？你他很乖，你看他抓的时候，他这个手势较好，他都没有怕碰。我抓的时候是比较怕碰他。怕碰是什么？你说挣扎哦，怕碰哦、嗯，对不起，我台语不是很好。挣扎，你看他抓起来都没有挣扎，我抓起来是那边快要整个箱子快要收冲出来。那是要加工加那个、哦？这两次。啊？在这边呢，十分钟了，刚。有啦，我刚刚有两个搭破去的，要加落去，较简单啦。我等你，我等你，我自动下边安尼。我连刚刚我等了电话，我连刚刚停。适应哦。哦，你说放的时候头要先出去啊？你说让哦后缀哦。那个兑水啦。要先兑水兑好，再弄下去了。